伟安，你的基因检测报告出来了。小冉，是伟安的结果出来了吗？怎么样啊？伟安，你的报告是阳性，你以后该怎么办呀？伟然，妈，怎么还是？没事啊，他胡说的。为什么呀？伟安的检测结果是阴性，我有报告为证。 这是你最喜欢吃的西红柿煎蛋面，我怕坨了，所以做的干拌。是我上次说的不过明白吗？顾医生，麻烦你不要再给我这种没有意义的关心了。你上次说想带我去你公司参观，现在方便吗？同意来指挥工作了。